里面可真舒服呀。哎，你身上咋出来的呀？自从你出来的嘴里，这一天比一天臭着。你看不出来吗？我是扁桃体结石，是受残渣形成的。说是结石，我能出去吗？赶紧的，你这待两天，这都快成厕所了着。哎，还戴上面罩了。哎，给我俩玩 CS 呢，我不出去。什么情况？地震了不是？这咳嗽是什么玩意儿啊？